五十人观看了，有没有他？有没有他？你在哪？有没有看到我？快乐逃跑，我不怕。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噜嘟嘟嘟。快乐逃跑，我不怕。张门朵儿往前跨。最近确诊人数都破完了，好可怕哦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也说现在要跟病毒共存了啦。好烦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国，要打第三剂吧，有些国家可以不用隔离。那你们想打哪一排的啊？我不知道我前两剂都打 AZ， 他儿说 BNT 无感，莫德纳最痛苦。应该他儿最近很常聊天哦。哎呦，感觉有点暧昧哦。屁啦，都很常啊，偶尔而已啦。哦，他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哪有可能啊？哦哟，讨厌讨厌，什么喜欢啊，就朋友呗，好白痴哦。你们觉得他会喜欢我吗？快乐逃跑，我不怕。张门朵儿，好想去日本哦。对呀、啊，好想吃大阪的章鱼烧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哦，不是我的，菊美，你上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啊？我想想看，好像是……哎，等一下，哦，不是我的，好像是3、4年前呢。我也是，好久哦。我记得那时候是……哎，等一下。啊，又不是我的，你死也走很大哦。快乐逃跑，我不怕。张门朵儿，最近过敏好严重哦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你今天要不要早点休息？他为什么要用酷酷的表情符号？他是不是心疼我？他是不是喜欢我才会这样心疼我？一般朋友应该不会因为对方感冒酷酷吧？他是不是喜欢我啦？今天吃烧肉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还好，看跟谁吃。难道他的意思是跟同事吃不好出，跟你出好出，同事不好出，跟你才好出？他有什么意思到底？可能你有没有喜欢我啦？好烦哦！快乐逃跑，我不怕。张门朵儿。Good morning。早啊。今天天气好好哦，好想放假。哦。超过20分钟了，他是不是觉得这样聊天很无聊了？也是，如果他没有见面，每天都聊差不多的事情，太腻了吧？耶！加油，再撑一下就下班喽。好，一起加油。他那么久才回我，我马上回，不是显得我好像一直在等他讯息一样？太没价值了吧？你晚回为晚回，嗯。好像有点感冒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很不舒服吗？头痛、喉咙痛、流鼻水，好严重哦，好可怜。那要不要请假看医生啊？不用吧，今天早点睡就好了。怎么可以？人家感冒很久才会好哎，这样才有抵抗力啊。我会心疼哎。不睡啊？要睡了，今天好累哦。晚安哦。晚安。这里是哪里啊？东东希望什么？啊？快点，要红灯哦。啊？傻瓜，吃的满脸都是。你的手手。啾啾妹，我真的好喜欢你，请跟我在一起。我以为我们只是朋友，原来你也喜欢我很久了，他好伤啊。快乐逃跑，我不怕。张门朵儿。啊，又没回，真忙啊。好想跟他说我现在在干嘛哦，可是自己说又很奇怪，还没神秘感呢。快先动好了，今天早餐吃的好丰盛哦，天气好好，今天的 OOTD。 天哪，还想看这部电影，这首歌很好听哦， Hashtag 循环播放。哦，50人观看了，有没有他？有没有他？你在哪？有没有看到我？快乐逃跑，我不怕。张门朵儿。哎，这样聊天
也三个月了，我们怎么会突然聊天呐、啊？太神奇了吧！啊，现在是现实动态，他发了一个很好笑的地狱梗，我们先在 IG 私聊一下就换 LINE 了。天哪，竟然是因为地狱梗开始聊天，身为一个女生会不会太没气质啊？刚开始我还会骂他北七靠北之类的，好没形象哦。那时候真的好好笑哦，每天都会互丢梗图。我记得有一次他传星座配对说我们很配，我当时这样因为害羞就直接回他哈哈而已。他当时是在暗示我吗？还是就只是刚好看到？如果他是暗示我，会不会因为我的冷淡他就打退堂鼓啊？哦，好烦哦，我干嘛那么俗辣？如果我当时跟他说就好了。啊讯息害我没有专心工作、啊，他也没有像我这样在意啊，讯息都回那么慢，我怎么可以先聊了皮？我可是桃园全智贤呢，每次都是我秒回，他慢慢回。来看看他多久回讯息，好，这个十分钟，这个一分钟，这个秒回，诶，这个也秒回，就这样秒回互聊了一个早上哎。其实他也没有常常晚回啦，只是我太想他了哦。不管啦，我可是桃园全智贤呢，凭什么让我那么喜欢他？他到底哪里好啊？照片普通通啊，除了声音有点性感，有点幽默，有点傲娇，又有点可爱。Focus， 这次竟然一个小时不回我，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，才不会舍得让对方等呢、欸。我看他就是对我没兴趣，只是无聊找人聊天而已、啊。高八对每个女生都这样啊，我才不要当备胎。哼，今天说了晚安就不理他了啦。哼。早安。怎么你？啊说好说完晚安就不理他了，结果一个讯息又打破我的原则，这样反反复复决定不理他已经破功13次了。有时候觉得他好像喜欢我，有时候又觉得我好像对他没那么重要，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啦？好痛苦哦。不过算了，不管他喜不喜欢我，最重要的是我喜欢他，只要能在他身边跟他聊天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一下子决定不回讯息，太痛苦了。就让我们这样慢慢的讯息越回越慢，慢慢的淡掉，也许就不那么痛苦了吧。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？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白狼逃逃我不怕，张门锁儿往前滑，撒网下水道鱼家，不叫大鱼小哈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